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。哇！简言之，十六根脚不用二十四。许智杰是不是想选高雄市长？想压力太大了，疯了！好，那就自己开始十六吨，还说可以加码到二十四吨。送他一个字啊 ，Who care？ 他对我做这个外貌攻击啊，说我的发际线太高啊，所以我看起来比他老了。好，这个我尊重他了。这个他可能这个自我感觉良好，自恋狂子。因为我们党内评估，许智杰如果过了高雄市长初选，对我们有利，所以我全力支持许智杰。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。我本来看到叶元智的发际线，以为他比我年长，啊，后来呢，我看了查了维基，哦，他比我小八岁，啊，如果说他真的要比年轻的话，啊，我想他的确是比我年轻的，但是如果要比体力的话，哈，哎，我大他八岁，可以再让他八吨，他挑战十六吨，我挑战二十四吨。没有啦，许智杰真的怪怪的。你在路上遇到笑伟，笑伟跟你叫嚣，你会理他吗？流浪狗咬你，你会咬回去吗？对，真的有些人很奇怪，我们不用随之起舞啦。对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，哇，OK啊！